讲义后面讲什么？这个应该先不用看了，直接跳过。OK， 这个今天讲的是讲义里面看到 LMB、MMB、RMB 是代表什么？就是画出左键、中间、右键。加跟减可以控制工具的大小。你可以看到呢，字母键盘区的加跟减可以调整。有没有加减？哦，这个也是一样，移动加减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就是刚刚讲 Alt 加左键、中键、右键代表的摄影机的操纵。Alt 左、Alt 中、Alt 右 ，OK。再来是这边要讲一下简单的一二三四五六啊，所以这边呢，我现在先跟你说一下这个模型呢，一、二，等一下为什么没有反应？哦，我不知道，有反应，但是还是应该要切过来。三，你可以看到一二三显示的不一样啊，一呢是原来的模型，二呢是原来的模型，它是透明的，然后平滑两极的在里面。三只给你看那个平滑两极的模型啊，所以一二三的意思啊。那再来呢？要讲那个上材质，所以我们才能看那个灯光的效果，还有灯光跟贴图的效果。所以你按右键 ，assign new material， 上一个新的材质。这边呢，选一个材质啊，比如说像 bling、lambert、放一都可以啊，随便选，记不起来就 bling 就好了。bling 里面呢，现在选一个贴图，在这边 color 颜色这个地方，它最右边的棋盘这个位置啊，点一下。这边选 checker， 棋盘贴图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哈。打个灯好了 ，create light， point light， 点光源。好，这边呢，点光源切到移动工具啊，这边看一下，拉过来。我们现在看四五六啊，四是线，只有线而已啊。五是实体的，有没有？就这种 shading 的，我们叫 shading。六是有贴图的，七是有灯光的，所以这个当你在动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灯光效果。所以四五六七，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记忆快速键的话，它是在哪里呢 ？shading 里面的 wireframe。好，然后再来还有像是smooth shadow， 我看一下四五，这可能是 smooth shadow 吧。然后再来是 hardware texturing， 就是四五，应该是六。再来是灯光，灯光的话是 lighting， use all light 七。但其实没什么好记的，就选起来，反正就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就这样子。好 ，OK。好。好，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讲的。专案的讲义我大概给你，但我跟你讲一下，你在玛雅以后上课的时候啊，要记得一件事情哦，就是玛雅的档案都要存在一个地方，文件、玛雅、project、default， 这是 default 专案、预设专案哦。专案资料夹里面会有这些54321哦，那你玛雅的档案几乎都是存在这个资料夹，这非常重要哦，因为很多人都会存在桌面上，然后可能路径还有中文的都是问题哦，所以。第一个要避免中文的路径跟中文的档名，第二个就是尽量都放在这个资料夹。那通常专案的设定的位置是在这里哦 ，set project 设专案，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设在这里哦 ，set project OK。好，那我怎么知道它对不对呢？比如说我现在呢，我要存档案的时候 ，save scene as 好了，或者是存档案是这个也是，我要看到它的资料夹就是 scene， 这个就是对的哦。比如说 A 好了 OK。所以呢，如果说我要做一个新的资料夹，你必须呢要在你的文件的玛雅的专案，比如说我开一个新的资料夹，叫做 A， 乱取一个名字，但是它里面是空的嘛，它跟这个 default 不一样，一堆东西啊、哦，刚刚存的档案是在这里面。我们现在呢过来看哈 ，file set project 设专案
Sit project, OK. Sit, sit.然后这边呢，要选 create default workspace，创造预设的工作空间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先进去看那个位置啊，到底里面有没有问题哦？Project，对，它这边目前有个 workspace，但是它没有子目录，因为你会发现这里是有子目录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的那个 project window 可以打开来，这边会有这个子目录，我们直接按接受就好了。而且专案名称就是 AA 嘛，对吗？Accept，然后再回去看。Project 的 A 有没有这堆子目录？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档案呢也可以这样存一下，Save Scene as，它现在位置其实我、哦、忘了设专案设过去，Sit A Sit，然后它存档的时候就会，哎，等一下，位置对吗？怎么还在这里啊？Sit Project。就位置还是错的，我看一下。Project save project a set，然后 save scene as，哦，这个对的，反正你就是要看路径，一定是要在文件的玛雅的专案的，然后你的专案名称的场景资料夹，这才是对的。OK，好，画面我给你。这个弄完应该就可以散了。我等下会把讲义。